我收到消息，听说有白虎军团的人潜入我们学院了，而且就在我们身边。真的假的？我不会啊！怎么可能？游戏开始。天黑了，请闭眼。选择要不要救人？卧底开始行动了，我看他的衣着应该是村民。别急，看一看情况再救他也不迟。预言家开始检验，让我先来验测一下身份吧。检测结果，杨宝贝是村民。天亮了。我被偷袭了。可是你摸着的是胸部哎。村民周真娜，出局。第一回合开始。一定是他们两个，他们两个一定是卧底，看他们的衣服都不一样。肯定是了啦，肯定不一样啦，这个是村民装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两个怎样看都是村民嘛，你们要相信我们。你们一点村民 feel 都没有，我才不相信你们咯。我知道我很 fashion， 人又长得那么帅，的确不像村民，我比较像贵族。我想的都不一样，那到底是救还是不救？肯定是Luna C的错啊，讲这样的话。我才讲两句罢了呗，更何况台词多肯定是编剧的错的嘛，关我什么事哦？杨宝贝是村民，但我不可以直说，会被发现我是预言家的身份。好在他话多，被转移注意力，但愿他是卧底吧。看来大家心中有数了吧？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投票。选举投票判决 ，Lunacy， 猎人发动技能。都跟你们讲，我不是卧底了咯。Fashion 有错咩？长得帅也有错啊？为什么你要 KO 我啊？为什么？哎呀，刚才我看你静静那样没有讲话，我就以为你是卧底了嘛。Oh my god， 我不是卧底，你搞错了，你这个猎人真的很不 pro 呢，乱射。哎，随便啦，反正淘汰期也是一个人很寂寞嘛，你就别陪我啦。Lunacy， 出局。赛斯受到猎人技能攻击，赛斯出局。Lunacy 其实是猎人，那亲爱的赛斯真的是狼人吗？天黑了，请闭眼。等一下，天还不黑，我还在分析。妈呀！村民都被淘汰了，不行。我要赶紧找出卧底。预言家开始检验，检测结果信他是卧底。Bingo， 找到了。天亮了，人家被偷袭了，哥哥。奇怪，怎么你没有受伤？有啊，我的膝受伤了。杨宝贝，出局。
第二回合开始。他还是慢了一步，可恶！没关系，让我来帮你报仇吧，杨宝贝。他们不可能互相残杀，难道杨宝贝也不是卧底？我知道，卧底是雷姆。我听你讲话很像在乱乱讲这样了，我觉得你才是卧底。我哪里可能是卧底啊？你整副心虚的样子，你一定是卧底。选举投票判决，信科。哦，原来是你！哎呦，不要做梗啊！我干他！Yes， 卧底终于被抓出来了。天黑了，请闭眼。闭你的头了，卧底都被我抓到了。哎呦，哎呦呦！天亮了。怎么我被淘汰了？什么？难道卧底不止一个？李母，苏吉。现在只剩下我跟 Deuce。Deuce， 原来你就是卧底。你刚才开心的太早了，你刚才说那句。Yes， 卧底终于被抓出来了。这一句就可以证明你是预言家，淘汰了另外一位卧底就是你啦。相信你竟然是卧底，叫我影后耶！如果女巫还在，就可以复活村民，这样我们就有反击的机会。哎，话说，到底谁是女巫啊？喂，你们当中，你们到底谁是女巫？Oh my god！ 女巫一开始就被淘汰了，还是被自己人害的。吃这，这个面包超好吃的，讨厌死鬼，来来，我的，你们不要再吃面包了，都是你们害的，你们还有心情在那边吃面包？哎，我再给你一个惊喜，你看后面，原来你是卧底，你不是一开始就狙击了吗？这一切都是演技，叫我影后。什么？还可以撞尸？这不是犯规了吗？有那么怨言就去找导演喽。卧底胜利，游戏结束。等等。其实我们是在玩狼人杀，我是扮演 A 的林昌信。大家好，我是饰演雷姆的伊烈。大家好，我是饰演 Deuce 的 Rico。大家好，我是扮演新客的 Sally。大家好，我是饰演 Size 的 Misa。我是贵族 Luna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受伤的杨宝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魔王 Jenna。等等，还有重要东西要宣布，那就是最终幻想觉醒赛。